先介绍一下功能吧。这总电源，这个是压那个下面的压力调节，拔出来会，这个启动才能调的。这个是温度，这个放个位置的调节。嗯，这个还有一个，这个速度，丝膜的速度调节。这个丝膜启动，这个是一个反转的下面的，这个一个急停。开一个六七公分深的口子，然后夹了这个角。多少？六七公分。六七公分的角。这个的卷，把它，这个叫张杆。完成了。嗯。